静怡，我们来装圣诞树。自己不装啦。为什么你不来帮忙吗？对，我很忙。你就这样子过圣诞节了吗？对，你别想说你用那个拍我，我就不能对你发脾气。那我要把这剪进去。你圣诞节餐你就不要吃了。你交换礼物你就不要拿了。交换礼物搞不好你要去工厂，就是我们自己交换。好了，装的差不多了，给你一个机会，我们去搬圣诞树。那星星要对着里面，对着外面啊？对着外面吧，再往斜一点，星星往斜一点。对对对，好，停停停停。好，别过圣诞节啦，赞。今天我们来玩交换礼物，走啦。你今天怎么穿的这么绿色？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白有约，所以一定要穿绿色跟红色。那我绿色衣服只有这样一件，就上身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圣诞餐。他跟我说这个猪排是八个人的分量，八只啦。Yes。哦，这是我们早上去排队的。我们等一下来抽交换礼物。我们要来换礼物啦！我们现在把礼物拿进去，大家都认领了自己的礼物。其实我们已经事先抽好了。对啊，老板，你先解释一下我们在玩什么。我们的规矩是，我们在2个月前就已经先写好一个单子了。然后那个单子呢，你是要形容你想要的东西，不可以写出你想要那个东西是什么。例如说，你想要一个 Nike 的帽子，你要写戴在头上有一个勾勾，你不可以写我要一顶 Nike 帽子。但大家好像都写错了。对。哦，对。大家直接写我要什么。好啦，你第一个你是要给谁的？我的是奎林的哦，奎林来领礼物，来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哇、哦，对啊，因为奎林写还有韩国可爱的袜子，你会不会玩呢、啊？奎林，你抽到谁的？送礼。奎林，你先说他抽到什么？他说可以拿在手上，要有电才可以用，可以接电视，好玩。要有电好玩。是什么、欸？这跟你那个买的一样哎、欸。是什么？这是可以玩的吗？拿起来，拿起来。这是什么？小游戏机。哦，好可爱哦。好喜哦。要有电好玩。那你们可以接电视哦，我都符合你的条件。哦、很棒哎、欸，很棒哎、欸！我现在不知道我在送什么。奎林是不是已经到交换礼物的天花板了？你自己写的这样，然后你送这么好，天哪、啊！哇，这个很屌哎、欸！哇，是马里奥哎，这还是正版的哦。猛！这不用重。魂斗罗有到八哦。抽到500种游戏。小奥，你抽到谁的？我抽到。那丽婷的是写什么？其实他写的，我觉得我自己这样，我稍微做了一些改变的。他写说他想要跟那个什么猫猫狗狗有关的，对吧？然后我那时候想说，可能是因为他刚来，他也不知道要什么礼物，然后我就加他的 IG 啊 FB 去看，他因为都是去。你这样很像变态。不是，你都是去，你都是把它用锁吗？跟猫猫有关的。啊，我那时候其实想了很多，跟这些可以帮助到他们。但我因为我后来觉得，对他们来说最缺的是人力跟。就是最有爱心的你的，所以我买东西主要是否针对是给你的，这样先解释一下啦。哦，但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。讲这么多，打开来不知道是什么。哇哇哇！哇哇身体每个部位都可以用，超棒的。身体每个部位都可以用，这个我喜欢。按摩器，阿丽婷，你抽到谁的？我抽到心仪的。心仪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东西。新奇有趣的东西。可以背哦，哇，好猛哦！这个是盖子，我盖子，哇，好可以花纸，多少时间做啊？还好，我们今天可以带Simon回家了，这好有才哦！那你抽到谁的？奎林
哎、欸，变死循环了。那谁先？怡君吗？怡君抽到谁的？哇，电热餐盒，它可以加热哎、欸。我抽到的是怡君的，怡君有点死循环，他有点写错，他写的太明确，他写说他要问号方块，还特别写说会有前前符号的那个问号方块。后来有看到一个，就是我觉得也是很可爱的一个组合的马克杯，然后它杯子是问号方块，还有这是什么？哎呦，好可爱哦！马克杯，然后上面有一个那个香菇的钥匙圈。哇，你还买得到那个问号方块？对，我觉得很要这个问号方块。剩我们两个，对不 对, 对？我先给你，我先给你。没事。您说要的是小朋友可以用的东西。我不是小朋友，没关系。你是小朋友，先毁一半。哈哈哈哈哈。我昨天还特别问他说。可以讲了，可以讲了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我不要小朋友。那你是写什么？我写说可以给我儿子们的。哇，那就是团子跟书卷的。对不起，我确定我写儿子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但我要拿回去自己用了。不要玩我。他们还需要动手。哦，姜饼呢？啊，确实他们吃不了。团子可以跟我们玩得开心。我们下午可以来做啊，还有多。对啊，他多买了几个小的，说要大家一起做。给大伟。谢谢。来，你先猜，大伟觉得什么？我想要一片星空，所以我买了一个。那是更抽象一点。我买了一个夜灯。好可爱哦，这个盒子。然后想说，小孩也可以。因为盖子其实都很美、欸，它这个大伟很少女心，都很星空哎、欸。它这个是一个音乐的夜灯，给爱丽丝。然后你们可以关灯。哇、哦，好可爱哦！这个好可爱哦。大伟的话，你应该被评为这一次最烂的礼物。那是因为我刚大伟本来想要，你不可以笑成这样。对，他去买了一个，你再往下翻应该会看到。哇，好多星星哦，你自己折的、哦。真的是一片星空哎，哇！它这里面写着奶。哦。你要换这个罩子。是小海的。对啊，是奶嘴啊。对，是奶嘴。两款奶嘴。那他们说，因为小孩会想要的那个不一样，所以。哦。霓虹灯哎。然后它可以接音乐，我觉得。这个是小海的。它可以切奶嘴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有两个款式，哇哦哦哦，女化的，好棒哦、喔！我去年也收到你，对啊，他去年也收到你。我喜欢那个，这就对对，可是我记得他不用了。你是要装这个吗？那我这个借我。哎呦，已经有两个糖浆完成了，最大的这个糖浆也差不多要完成了。小胡子，你想干嘛、啊？小胡子想说你们在干嘛？感觉很好玩。你在搞事？你有拍小胡子吗？有啊。就来看。之后。这算房子吗？哇，现在目前最成功的是这两个，一直在抖。他们两个算很成功哦。房子盖的。不会啊，你的房子也蛮怪的啊。哦，我们盖得很棒哎。我没有写啊，我说这边。我用了一个。那我上面那边。我知道了，它不是这样。哦，我们的大小又不一样。没有，它的才是，你看这个是一样的。等他们那个糖放来，对我们水太多了。这两汤匙，我这个一汤匙就爆了。我是加这个的一汤匙。哇靠！我们是。难怪你的脸不是。我们的这个是一汤匙，他拿塑胶的汤匙在挖。你家里好像淹水了。对啊，我查了好多。屋顶盖上就看不出。对啊，屋顶盖上去就看不出。这边我们的看起来是挺成功的。嗯。哇，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我一定要是自动门。
妈笔记品，感觉你遇的很成功哎，我来看一下，哎呦，你们的很特别，那必须。你撒那么多干嘛啦？那你鸡都在屋顶上，你要干嘛啦？我屋顶有一个洞啊，我想把洞点起来啊。你不要再用那个了，不要再用那个了。我想把这个洞补住了。这样你全部东西都毁了。还砸粉干嘛？哎呀，我血崩了我。啊，好像真的垮了耶。Oh my god， 我们公司这个手作很失败耶。我们公司不是盖房子的。哇，很美很美。